东京之间风起雨中，因为有你的掌声。请投出首胜，其实真的很开心啊。那因为我们平常练球，其实跟小朋友在一起相处久，其实也会很渴望一场就是胜利。那这一次能够拿下胜利，其实也是他们平常努力得来的。大家一起努力来的，就包括前几届的学长，就是大家一起努力才拿得到这个首胜，不是只有几个人的功劳。满分十分的是，十分的话就及格六分就好了。六分为什么？因为就是一上的第一颗球就失误。好，因为刚好我们的另外一个教练江宏杰，那他的弟弟是江宏杰，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都会有聊到球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。那小杰他其实也有关注过品勋，那他也觉得打球跟念书这样子真的很辛苦，但他这样子都很努力，所以他也很乐意的愿意的来到现场帮我们加油。很荣幸可以让一个国手来帮我们加油，也是还是会紧张啦，但是就是会稍微有一点缓解。当然我们如果要跟科班比还是有一个距离，但是我们的方向就是以社团的经营模式，那接近科班的训练方式，让我们的实力可以更接近。我自己本身是很常鼓励孩子读书跟打球是可以一起并进的，所以这也是我们未来继续前进的这个目标。